人生喜忧参半，快乐只有干饭。看一下这个脱，就完全脱骨了。为什么要说男人是大猪蹄子啊？大猪蹄子这么好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果。天色一暗就是吃宵夜的信号。我这会儿在理工大学这边去找一家蹄花，夜蹄花。大家这开到一个相声里的吧？老板，这会儿还有蹄花吗？我要两个滋补的蹄花。这个就是灵魂油辣子，蹄花好不好吃就是看这个辣椒好不好吃了。这一个是多少钱来着？你们哦，30块钱一份。我感觉我在那守着，老板给我舀，他给我舀了两个最大的，手速带甜。这刚刚从锅里捞出来的，还有点烫。哇，这个蹄花已经炖得特别特别的烂了，我感觉我夹都有点夹不下。哇，有很浓的山药的味道，夏天时不时吃一点清淡的也不错。看一下这个，就完全脱骨了。蘸一下这个酱，哇，这个刚刚还说清淡，这个蹄花碰到辣椒的那一刻啊，我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，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老板，老板，有没有醋啊？有，放给了。哎，好，放点醋，绝对绝得很。这个蹄花拿100块钱我都不换。哇，再看一下，全是油。说好的清淡，这会儿一点都不清淡了。太绝了。这个是猪蹄的部分。真的好趴呀，我觉得他们家起码炖了10几个小时。为什么要说男人是大猪蹄子啊？大猪蹄子这么好吃。他这生意还挺好的，你们有没有听到？好多客人，这一份30真的买不来吃亏，买不来上当，买到的只有幸福和快乐。人生喜忧参半，快乐只有干饭。这个汤再放一点米饭进去，或者是放点面进去，肯定也特别好吃。来一口里面的素菜。什么时候能出一个脱骨猪蹄就好了。大家喜欢吃烤猪蹄还是这个蹄花汤？我昨天还吃了两个烤猪蹄，烤猪蹄会更韧性一点，蹄花汤就是软糯。蘸满了红油的海带卷上我的米饭，海带寿司。可以给我加点辣椒吗？把它撕碎吧。这个拆骨行动，哎，要把骨头拆了，是不是就成了一个脱骨猪蹄了？好，现在它是一只脱骨蹄蹄了，这快乐啪它不就来了吗？他们家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这辣椒要是不香就不行了。修勾修勾，你在看什么？这一块全是皮，有吃肘子那味儿了哈，有吃肘子那味儿了。不掰了。肘子吃两口就腻了，蹄花吃不腻。这一块应该是今晚的最佳了。我的第二个蹄子，这一块就纯是皮了。好快乐。我这碗饭现在全都是红油辣椒了。看一下我包的这一堆山，这都是正为你打下的骨山。来一口海带把剩下的饭解决了，这个海带蘸着这个辣椒也非常的绝。老板，我再加一碗米饭吧。为什么成都都要叫老妈蹄花、老妈兔头？老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？谢谢老板。直接扣进去，怎么扣进去感觉这么大一碗？来口。哇，吃到后面，这米饭泡的真的太绝了。
OK， 我吃饱了，吃爽了，吃得我大汗淋漓，吃得我满心欢喜。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你也是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生活，喜欢小果一定要给我点个赞哦。